现在就是我来这个飞机场来接这个森林。大家如果不认识的话，以为森林姓梁对吧？其实他不是，他是姓林，他的名字叫林良生，林良生哈。现在很懊恼的就是森林没有电话，不懂他在哪里等我。哦，在 Starbucks， 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死我喽！哇，又在 vlog 你。有时间吗？我们有时间吗？没有时间了。现在森林看起来非常忙哈，他既然跟我用一样的 iPhone 拍戏，哎，来抱一个先。哎呀，终于见到你哦！终于见到，终于见到威盛了。大家如果懂的话，我很早很早以前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，我就找他拍短片了。我没有，现在也没有出名啊。哎，现在很出名嘞。这样子啊 ，OK。拜拜，真的一起长大的我们，是啊，你算是隔壁干蹦这样的一起长大。你长大很快耶。没有啦，有啦。所以这个就是课程的威力，课程的威力，直接在推销而已。对呀，对呀。啊，我终于来到美里哦，这两天也多多指教啦，哎，多多指教啊，宠物照顾。哎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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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已经进行完了这个森林第一次在沙巴的个讲座会，我们现在在吃晚餐。So， 森林，哇，直接拍啊，对。对呀，就来到这边有什么感觉？美里很像马六甲，像马六甲的味道，人也是人很亲切，很温和，很温和，很温和，然后很舒服。我觉得在一起像跟 Jackie 讲话很舒服的。哦。不会说很强势这样子，你们讲话很温柔啊，你们不敢讲话的。你看Gordon，对吧？我干嘛？他这样看你啊，温柔的表情，温柔的表情。谁？我看到森林，我趴下去。记者吧，记者啊。记者是 Alive 吗？是是是，原来森也有看我的 video， 我以为他没有看，因为就我是小 YouTuber。哇，意思是吧？美里最帅就你了，美里最帅就你了，美里最帅就你了。塞，我就知道了，我都跟你们讲了，我比他帅吗？刘大庆都看你的影片。伊维森，看伊维森频道的各位，哇，真的，你们一定要支持伟盛的 channel， 他是一个用他掏他的心出来对朋友的，我感受到。他接下来呢，他的频道呢会有很多很多由他的心掏出来来提供大家的一些价值啊，一些知识，关于汽车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很真心的，好自己讲，不好也是讲，不怕得罪人的，不怕得罪斗油大人。所以对大家不会找 sponsor 啊。哦，对喽，不好意思，讲好了，讲尼桑好了，要支持 He Wei Sing 啊，可以一下哈。啊，对，小佳音，谢谢小佳音。哎，佳音，谢谢阿拉。哎，有一位新会的吗？回家呀，回家哦。哎呦，谢谢大家真的准备这个讲座会，谢谢谢谢。不错啦，这个讲座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啦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也可以来报名啊。哦，直接帮我们宣传了。现在我们是带森林来这个吃晚餐，他们讲什么？来请他吃一些道地的美食，一瓶凉茶啊，讲。对啊，这是酒吧。哦，因为这个喜欢是赚啊。哦，神灵，你看他们美里人，他这个 Hennigan 哎，然后他们讲是菊花茶哦。对啊。哦，这是回收，然后你们放菊花茶在里面。嗯，废物再利用。哇，这个在马六甲不可能的，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过。马六甲人有看过吗？用 Hennigan 酒瓶来装菊花茶，会有酒味吗？会有酒味。他醉掉了。哦，菊花茶。神灵在倒酒。倒酒啊！对啊，就是 QQ 赛啊。你猜他的名字叫什么？番薯叶吧，是叶子来的吗？对。不是番薯叶，那他。什么东西 ？Money。Money？Money？ 金钱，金钱。哎 ，No！ 为什么 ？Money？ 为什么？金钱菜，我也不懂为什么叫金钱菜。拜拜。
像我们说的野菜，恐龙时代，所以谢森林来研究我们这边沙瓦的菜啊，马尼菜、米林菜。哇，你看，在森林美食节目系列，好像只有沙劳越才有的这个菜，叫什么马尼菜、金钱菜。没感觉哈。好吃哦，哎，这个好吃，好吃，会焦吗？很美哦，也很有味道，很有感觉，很浓很浓，它像是很像番薯叶，是吗？菜的成就感，菜的成就感，道地的菜，米林，哇，这个真的有一点特别，是吗？你看，它们是卷卷的。有，这样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有菜的感觉。哦耶！你这样形容，就平时你们吃菜，我们吃菜不是白菜啊，都是不要吃茎嘛，对，尽量都不要吃茎嘛，我们吃叶子嘛，也是就很难吃嘛，茎很苦苦一样。但是这整个看起来就是茎哎，你看，它就是菜的茎。那你吃下去，它是叶子的那种浓郁的味道。哦，这就是森林吃，我们第一次吃我们这个沙拉瓦道地的菜。我觉得小孩子也可以吃啊，的也会喜欢吃的那个 comment。So, 是是，所以这些都是啊，西马人都吃不到的，马六甲人也吃不到的哈。哦，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影片，这个影片也就是我带森林，也是 World YouTuber School 的创办人森林来到 Miri， 然后想要报名这个 World YouTuber School 的话，你们可以点击以下的 link 报名，他们将会教你们非常多的方法，助你们的 YouTube 成长。因为最近非常忙着剪接哈，而我已经尽快把这个影片进行剪接完毕，希望大家耐心的等待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，拜拜。